我今天呢要开箱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泡泡面膜。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介绍的这款泡泡面膜，我觉得非常酷。听说一个礼拜使用个2到3次，那个皮肤就会变得亮白。我觉得女生呢这辈子就是不是减肥就是不断的美白，所以美白不能间断。之前介绍很多我的美白小撇步，这是我这次要尝试看看这个东西，叫做泡泡面膜。听说米熊厉害，我现在就要来试试看是不是传说中的这么厉害。我先来去卸妆。好啦，我现在已经卸妆完成啦。宝宝一直打镜头。我现在要先来开箱这罐泡泡面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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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也还没有看过，不知道它长什么样。妈妈，来看一下，它这里用胶带贴住，把口开。妈妈，对，这是妈妈，她拿着我的证件照在那边叫妈妈。你妈妈就在这里呀、啊，你为什么不珍惜眼前的妈妈呢？好，现在先把它打开来。我先把胶带撕开。我这边打一个泡泡，最近带小孩太吵还是怎么样？好啦，我现在撕开了。其实它的包装也蛮漂亮，就是走白色路线。杰洛尼斯是那个台湾的品牌。哇，妈，比我想象中的还精致哎、欸。而且它的泡泡面膜的包装我觉得还不错，它是这样按压式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买面膜，最担心就是用不完，像这种按压式的，好像保存上面会比较方便，不会让你觉得说我已经开封过，就很容易什么干掉还是怎么样。像那种牙膏式的那种挤出来然后涂在脸上那种面膜，也是一样冲掉的那一种，我觉得保存上可能没有这个方便，就是它这个包装设计还不错。还有一个盖子，这边透明的盖。它就很简单，看起来是还蛮简单操作的。OK， 我现在要来先使用看看。我刚刚好先研究一下它的操作方式，很方便，就是涂在脸上的2分钟，然后呢把它擦掉，接着再按摩10秒钟，然后呢洗，再等2分钟再洗掉，很简单吧？涂在脸上2分钟后擦掉，然后按摩10秒钟，让它在静置2分钟过后冲掉。嘿嘿，所以我现在先把它挤出来看看，没有水的声音。我先挤在我手上，第一次使用，挤挤挤，呜，噔噔，它是有点黑黑的。那我涂在我的脸上，小宝宝很好奇，加强一下我的毛孔，因为我最近长痘痘，小宝一直挡镜头。在脸上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跌倒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继续。好，我先涂在左脸。妈妈现在在敷面膜啊，小宝贝，你要敷吗？其实它量不用用很大哎。现在先涂我的脸上，它应该很快就会起泡，所以我把它加速。好的，我现在涂一半就好了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差别。我觉得我泡泡面膜已经开始起泡了。噔噔，好，我现在把这半的脸涂上面膜，感觉很像那种。宝宝，你看妈咪，你看妈咪，怎么变成这样啊？好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计时2分钟，计时开始。看我的脸开始发泡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酷，它慢慢起泡，酷哦，你看到吗？现在就开始慢慢起泡泡。波波也一直看哎，那我们就等2分钟后，妈妈先把它擦掉。妈妈，妈妈在敷脸脸，我刚手也有敷，看它现在都在起泡，手也不要浪费。哦，它现在起泡，可能啊被我们弄到一撇。妈妈，好，我现在就等2分钟后，我要把它抹掉。我现在变成一个，你看，像半边回落。哎呦，我的手上面刚刚挤的也起泡泡了耶，好特别哦。你看，比看两只手。妈妈，
妹，我好怕吓到我女儿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脸现在这边很像看起来很像很肿。我女儿会不会吓到？现在看着我的脸，整个就是泡泡，现在整个越来越多了。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小两分钟还没到，还有多久呢？现在两分钟到了，好，我现在要先把它擦掉。好，我现在把第一阶段的泡泡清掉，然后它现在还要再按摩过后再冲掉，计时两分钟。好，我现在先把我镜头放回来，有点摇晃。好，我现在要进入第二阶段了，先按摩。宝宝，你在干嘛？按摩完了，一样静置两分钟，开始。我女儿不知道在干嘛，先去找我女儿，先计时两分钟，等一下见。嗨，我又回来了。第二阶段的泡泡有看到它变比较白，可是我觉得它好像还是不断的在帮我把污垢代谢出来。有没有很酷？我觉得敷这个面膜比敷那种布的整张那种面膜还方便，因为我把它敷在脸上，它自己会代谢。然后其实两分钟加两分钟，再加你涂泡泡上去，其实前前后后我觉得应该十分钟就可以解决，比你在那边敷半小时好像来得快。我们家泡泡看到我的脸，好笑，你看他想要摸我的脸。我现在第二阶段的泡泡也起泡了，哒哒哒哒哒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去冲我的脸了。好，我现在先去冲我的脸，停。好的，我现在先来去冲脸，我女儿怀疑的眼神。好，我现在来冲脸咯。好，把脸冲掉。哦，好酷哦，凉凉的。好了，我洗好我的脸了。天哪，真的有感觉耶！我前前后后还可以边顾小孩边弄，我忽略这颗痘痘。你看，我这边比较嫩白，有没有？哇，很明显耶！我这边比较暗沉，然后这边比较亮白耶。大家自己你看，我现在光线其实在我头上，所以两边是公平的。我用完过后，这边比较清透，这边可以等一下再去补强一下。有没有感觉我这边比较嫩，而且摸起来的肤质完全不一样哎！天哪，我要把我这边也补上。这个面膜真的非常酷哎，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在家里做美白。哇，有没有有差哎？而且这边比较水嫩，有敷完的话比较亮白水嫩，然后摸起来肤质完全不一样。这里明显就是还有一些粉刺突出，它这边可能有帮我代谢掉一些脏污垢，摸起来感觉不太一样。好啦，我现在要把另外一边也补强。我女儿不知道跑去哪了，赶快弄。宝宝，来找妈咪哦，宝宝。我女儿拿着我的手机，不知道跑去哪了。先去找她，不然这样太恐怖了。好的，我现在要先把面膜这一边的面膜补上。一样，第一阶段先计时两分钟。好啦，嗨，我回来了，我两边都处理好了。今天第一次用这个泡泡面膜，我觉得赞，我对于他们的评价很高。杰洛尼斯圈粉了，圈粉了，我立刻变成你的忠实粉丝，随时关注你有什么新产品。我特别喜欢用一些我觉得我没有用过，觉得很特别的东西。忽略这颗痘痘，就是使用之前就长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面膜好用哎，我现在两边都敷过面膜过后，有没有很清透？没化妆没化妆，我真的是瞬间变白很多哎。好啦，我要带我女儿去散步了。今天的开箱体验分享给你，其实这不贵，赶快去买一个来快速美白，适合。
时间不够的想要美白的女性哎。杰洛尼斯泡泡面吗？拜拜。